歌手严艺格日前是受邀担任加拿大四兄弟摇滚男子乐团魔法兄弟的台北演唱会嘉宾。严艺格台北演唱会上还唱了多首英文歌，诚意十足。我们来看一段当时画面。 在这一场19日台北演唱会上，严艺格一开口，观众们欢呼声不断。严艺格也表示能和魔法兄弟合唱，非常荣幸。另外，他彩排时特别带臭豆腐还有珍珠奶茶到后台探班。三兄弟一开始对于臭豆腐的味道非常害怕，但还是做了尝试。对于真奶是一致好评，非常的享受，也很chill。这是一场非常疗愈的演唱会。